欧美风格的都需要这种大的雕花，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种全实木的全橡胶实木雕花，这个橡胶实木上面是没有死结，都是用的进口顶级橡胶实木来雕刻的，先用机器雕，然后再用手工细雕，然后再经过打磨，然后再能做油进入油漆环节。